娱乐很有料，我们天天聊。继2010年《非诚勿扰2》之后，时隔3年，冯小刚带着电影《私人定制》重磅回归，联手王朔、葛优、白百合、李小璐、范伟、王宝强等，为全民诚意定制了一个久违的贺岁大礼。据说已经正式定档在12月19号全国上映。这几年，冯导带给我们不少经典喜剧贺岁片。甲方乙方、不见不散、没完没了、大腕、天下无贼、非诚勿扰等等。能把你知道的秘密都告诉我吗？那我也不说了。一是扩大了影响，二是锻炼了队伍。我脚我滑，你留人儿吧。你怎么没牙都是假的？不是不在乎你，他是太瞧不起我了。十三路也。心疼你的马子，都马上把钱送来。啊！我害怕了，我怕了，大流氓啊！我早就他妈该死！我们中国演员。早就鸡皮补过钙了。他和他的感情好像比我还要深呢。废话，我给钱了。不对，再说对不对？喂，大点声，听不见。该说的吧？对，说话不方便吧？哦，那我说你听行。开好车就一定是好人吗？有那么多事呀。哎呀，别再。黎叔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SQV 取消生孩的这事儿，我还是想自力更生。我就是因为你长得好看，想跟你玩玩。皮肤真好。看着这些熟悉的角色们在念着那些风趣的台词，相信小伙伴们对冯导的新电影都会相当期待。